油桐花掉在地上，堆叠成雪白色的花毯。桐花季开跑，吸引游客到访。小而美，很多很茂密的，很漂亮。这里是云林古坑荷包山公园，赏油桐花免费，目前花开已经70%到80%。全台各地油桐花接力盛开，新北市二八子植物园桐花开60%，桃园市斋明寺古道往山下望去已经是花团锦簇，新竹县仁和步道花开40%，而苗栗龙腾断桥、南投牛耳艺术度假村和彰化挑水古道这些地方也已经有油桐花开的景色。一年一次桐花季，各地花期和花况都不太一样，民众要追五月雪，可以先做功课，才不会扑空。